耶，开箱！蜡笔小新。爆米花，第一次拥有大型公仔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好辛苦，要有一个大型公仔，还要买爆米花。什么口味？焦糖牛奶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带很多饼干，然后这样飞去，很爽哎、欸！哇，这里面不能装食物啦，它就是要拿来装爆米花的、啊。啊、没有，还是它是这样子。不要啦，我没有要倒，我没有要倒，我整个都这样。你看，你看，可以耶。来吃。嗯。我准备好了，标仔。哎、欸，可以带这个。没了，那就知道。你这当午餐吃。